从后面猜吧，看看从后面猜能不能猜出一张好卡出来。哇 ，BCR， 哇，真的是 BCR 吗？哇 ，BCR， 哇 ，BCR。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滞不前 ？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又来到爷爷小卖部。哎，爷爷在干嘛？哇塞，小伙伴们，爷爷又进了一批货，但是爷爷年龄大了，他搞不动呀，小伙伴太重了。哇，小伙伴们又进了一批货，咱们把爷爷一起抬进去吧。来，爷爷能搞得动吗？哎，加油！哎呀，太重了，小伙伴们。哎呀，我。哇塞，小伙伴们，爷爷又进了一批货，哇！哇，爷爷，我看爷爷小卖部这个桌子要变化了，要搞个很大的桌子，桌子都放不下了呀，小伙伴们。哇，爷爷进了这么多货，哇！哇，这都是什么呀？哇塞，我们看一下，哇！爷爷小卖部真的非常的 nice， 又进了这么多货，这经典，哇！哇，这还有卡册，小伙伴们，哇塞，这个，哇，小伙伴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卡册了，咱们今天一定要买一盒，哇！小伙伴们，哇，这里这么多，哇，经典这么多，哇，这里还有什么东西？哇，还有这么多 CP 卡包，哇塞，还有 CP 卡包，我的天哪，全是 CP 包，哇，全是 CP 包。哇，太 nice 了，小伙伴们，哇塞，小伙伴们，小伙伴们，爷爷小卖部真的发展的越来越大了，哇，三周年这么多，哇，看来我没有一样是可以清空的呀，小伙伴们，哇，这个也清空不起，这个也不更加清空不起，哇，这也清空不起，小伙伴们，这也清空不起啊，都清空不起，哇，这怎么办呀，小伙伴们，哇，太多了吧，哇，爷爷小卖部，哇，这么多，哇塞，哇塞，小伙伴们，哇，太厉害了，哇，祝爷爷千万不能有人来捣乱啊，千万反卡联盟不要来捣乱，哇，爷爷小卖部生意越来越好啊，小伙伴们，看到没有，哇，太的哇塞了吧。哇塞，真的是太让我开心了！评论区打出这个词是好人。ここを押してチャンネル登録するとい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ぜ。よろしくな。爷爷小卖部从开业的第一天我就在支持爷爷。今天啊，我虽然钱不多，明天你们想看我清空什么卡包，可以告诉我，我一定把它清空，好不好？今天我身上看看多少钱啊！我的天，特别穷，我最后100块钱了，就今天带了100块钱，但是我有钱啊，我明天来清空。但是你们不要说什么呀，包括经典我都清空不起啊，真的太多了，小伙伴们，你看经典好像就有几十盒，哇，我看样子没有一样是我能清空得起的呀。今天咱们花100块钱买一个卡册吧，小伙伴们，一本卡册好像是70块钱一盒，咱们买。小伙伴们，现在花100块钱，咱们花100块钱买一盒卡册吧。哇，这本卡册我是要定了啊，哇，这个卡册我就少一本卡册，哇，这是第几弹的卡册呀，小伙伴们，哇，我都没有见过，哇，这卡册肯定是非常 nice 的呀。然后还有30块钱，咱们拿一包什么东西呢？咱们拿一包 CP 包吧，一包 CP 包是20块钱一包，哇，这里面都买不起啊，我的天哪，等以后有钱了咱们再来买吧，再拿一包 CP 包，再拿两包荣耀吧，然后这是70块钱，这是20块钱，这30，这是10块钱，正好是100块钱，小伙伴们，咱们现在回家就拆吧。哎呀，小伙伴们，不能要，爷爷还送我一包 CP 卡，真的是让我感动天感动地感动哭啊，小伙伴们，爷爷人可真好，今天爷爷这边又进货了，我的天哪，小伙伴看到没有，又进货了，哇，三周年了，黑钻了这么多，哇，今天我在爷爷买了一本卡册，小伙伴，你们说亏了还是赚了？花了70块钱，这里怎么花了我100块钱？爷爷还送了我一包 CP 卡，哇，爷爷可真好啊，爷爷可真是个好人，小伙伴们不要说我是老六啊，因为只有我们这些真实的卡片爱好者才知道这是多么开心的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是多么快乐、多么开心的事情。哇，今天在爷爷小卖部买了一本卡册，爷爷也非常的好，还送了一包 CP 卡，哇，大家帮我看一下这本卡册70米，你说亏了还是赚了呀？咱们赶紧打开看一看吧，哇。哇，小伙伴跟我一起，哇，准备好了，3、2、1，哇塞，小伙伴们，哇，太帅了吧，小伙伴们帅不帅？这也太帅了吧，哇塞，小伙伴们这也太帅了吧，太酷了吧，哇，这里面还送了这么多 PR 卡，哇，全是一些 PR 卡呀，哇，这卡子还要自己去装一下，现在没有装，哇，太 nice 了吧，哎，跟我之前买的有所不一样啊，小伙伴们，不用这么使劲的拉了，这边有个开关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个好啊，这也太方便了吧。就可以把卡册直接放进去了，哇，这也太方便了吧，跟我之前买的那种卡册不一样呀，哇，这个太好了吧，哇，这个真的很好，我记得之前以前是拉的，我用了很多力气，哇，这个也太方便了吧，真的很好呀，哇，太好了，这个还是很不错的，小伙伴咱们赶紧来拆卡了，小伙伴们你们想不想看我清空视频，如果想看的话，想看我清空什么，到底清空什么可以告诉我呀，咱们又到拆卡的时候了，每次拆卡我都是捧着爱心拆的手，非常的开心，如果能出一张 BCR 卡我真的能兴奋的跳起来，哎呀，一张白金卡欧布的也不错呀，哇，这是一张什么邪恶特利张，好，再来一包，我们从后面猜吧，看看从后面猜能不能猜出一张好卡出来，哇 BCR， 哇，真的是 BCR 吗？哇 BCR， 哇 BCR， 哇，小伙伴们我就是不看我就感觉中了，知道吧，这是一种默契啊，这种配合呀、啊，小伙伴们看得到，刚才我只看到这个正面，我就感觉它的后面是一张 BCR 卡，哇，这是什么原因啊，这是拆卡多年的经验啊，哇，这是拆卡多年的经验，这是一种幽默，这种配合和默契啊，真的，哇，真的中了一张 BCR 卡，哇，太 nice 了吧，哇，太 nice 了，小伙伴们，这真的是一种默契啊，真的是无人可达的，哇，这种领域，这种境界真的是让人可亲可佩啊，真的，哇，中了一张 BCR 卡，哇，我中了，哇，我上电视了，哇，爸爸妈妈快看我呀，我中了 BCR。
太激动了，我真的很开心啊！这场比赛来考，哇，可以可以。好，咱们来再来一包 CP 卡吧，再来一包 CP 卡。我的天，差点都把，差一点点都把都捡坏了，我的天！哇，看看 PCR 卡的推单，杰德奥特曼 HR 卡，哇，我一张 CP 卡呀，欧布奥特曼的 CP 卡，我还有几张 SSR 卡，小伙伴们你们觉得可以吗？这次拆卡还是给大家还挺过瘾的吧？哇，中了一张，主要中了一张 PCR 卡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，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拜拜。